这人呐，我原本想着，我到东北待个一两年，吃苦嘛，我不怕，只要等我回来了，我就可以加官进爵。这件事啊，陈冉一直不同意，可我一直坚持。现在好了，这叫赤裸裸的打脸。石哥，要我说，这事怎么能怪你呢？运气不好，你这么努力，还会再有机会的。错了，哪有那么多机会啊？啊，那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话。我都到了这个年纪了，哎呀，我总算明白了，努力和回报不见得成正比。不，师哥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什么叫做到了你这个年纪啊？你这个年纪怎么了？你这个年纪才是男人的黄金年龄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人生哪有没有坎坷的呢？谁不都是起起伏伏呀？这个坎儿你肯定能迈过去。你知不知道，当时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这帮人看你，那简直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啊！你知不知道？这点事儿，我觉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。哥，真有那么一天的话，我做你的靠山。行了行了，说什么呢？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。这样，待会儿啊，我把我几个好朋友都叫上来。哎，你也把你的好姐妹都叫上。今天我安排大家唱歌，好吗？就当做大家陪陪我。行。佩然，你回来啦！佩然，佩然。老板啊，什么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？阿简，多大点事儿，大不了就不干了，咱能饿死吗？我觉得，你说能不能？不能啊。那就不能啊，不能。哎，车来了，干嘛去啊？老白，老白，老简回去了，咱接着喝第二场，你说的啊。那好，那接着喝，接着喝，咱。接着喝，小豆。来，坐上车。饿完啊，我不回家。我要不去你家，我要不去你家，不回。第二，我不回家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要一回家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我不回家。咱接着喝，接着喝，上车接着喝第二场。哎，接着喝，哎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没喝多，我还能喝第二场。那我不回家，那我不回家，那我不回家。
佩然，佩然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老白家。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？哎呀，你好久没见了，昨天晚上喝多了。你赶紧给妈打个电话吧，啊，估计她昨天晚上也没睡好，一直等着你。好好好，我明白。行了，挂了。哎，小慧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。我知道了。我昨天在你家喝多了，别说漏了啊。